啊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家 Lakeland 啊，这家公司是一个国际性啊、全球性的跨国公司。然后呢，这是它在美国的地址啊、电话啊、网址，公司的人数啊，它目前来说有107个 million 啊，这个销售额啊，公司的一个概况，它的产品啊，制造说了在哪里啊？中国、巴西、印度啊，很多地方都有。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是他的General Manager，他工作了，在这个公司18年4个月，公司的一个概况，包括他的 Facebook、Twitter、LinkedIn、YouTube，完了以过后，比如他的Glove Sale，就是关于手套的这个销售，关于他这个在印度的公司负责人。因为它是一个全球跨国公司，所以呢，它有很多国家的负责人啊，比如说 National 啊，Sales Manager 啊，Buyer 对吧？UK 啊，Ireland Sales Manager 啊，Europe Sales Manager 啊，它是个全球跨国公司Australia Sales 啊等等啊，包括采购的一些助理啊什么的啊，你看人员非常多。然后我们也看了一下它的网站历史，你看它的是它的网站从1996年一开始这样子的一个网站，96年就有网站了大的公司它本来思想就先进，然后呢，2005年的网站，2015年的网站的一个变化，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在全球有的进出口商，比如说在美国它有Lakeland Industries INC 进口商。对吧？在中国有这些供应商，你看很多中国的供应商，秘鲁的客户，对吧？你看，我们就对他有个大概的了解。